报告吗？那把时间交给你们，可以帮你们放那个投影片。老师可以再下一页吗？对，这就是特派轮替广告了，叫做 Dynamic Rotation AD。 我好像在上空中比较师特定网页啊，有自入性行销咳嗽药吗？还是什么？是吗？政大广电系教授黄薇薇上课喜欢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希望与学生的互动是零距离，来帮助学生有效地学习专业知识。除了给予学生专业的知识，下了课的黄薇薇也像妈妈一样，常常关心同学的生活状态。拥有专业传播人的使命感与关怀人性的特质，1999年的军使馆命案中，因为网络色情图片所引发的杀机，让黄薇薇意识到传播媒介的滥用背后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她走出校园，成立白丝带工作站，大声疾呼政府要正视滥用网络所带来的危机。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同样是在我们传播界，但是他是推动网络安全不遗余力的政大广电所的教授黄薇薇。薇薇姐你好。你好。哎，其实传播的人一般来讲，我们思想会比较跳跃，个性又比较活泼。对，你是这样的个性吗？很多面吧，有一面也许是这样，可是有一面好像不是。从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们家的影响是比较大。嗯哼。那我的母亲比较强势吗？对。然后他比较是外放的个性，我爸爸是比较内敛的，所以在成长的有一个阶段，一直以为自己的角色楷模是母亲。嗯哼。后来慢慢的认识自己，发现其实有一些的面是喜欢安静的，但是在是不是自己可以像妈妈这样的一个好动外放的过程里面，可能又受到家庭环境的整体的影响，其实让你在那段时间的收放不是这么样的自如，对不对？因为爸爸妈妈又很忙。对对，然后你有一个姐姐嘛？两个姐姐，两个姐姐，跟年龄有一段差距哦。对，一个大9岁，一个大10岁，所以在我小时候成长过程的时候，他们都在考试，所以你想要调皮也找不到人跟你玩了。哎，我都是一个人，所以就小时候都是一个人。两个姐姐比较大，那我的母亲，他们就会觉得三个女生常常都会提醒我，或是叫做指责我。那相对的，我父亲他就比较少用一个指责的方式，他比较是用一个包容接纳的方式。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开始进传播圈的时候，你是念文化新闻系的，对，所以你是想走新闻这条路的。对，国中的童军课的时候要画一个生涯规划表，我那时候生涯规划就是要做记者。你那时候就知道了。对，可是那时候的知道，当然我觉得其实还蛮感谢走传播这条路，因为我觉得传播这条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感性，它好像在这两边游移，所以让人觉得很有趣。对对对对，所以这份工作其实对你来讲是适合你的心意的，只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啊，好像又是你始料未及的。你在当记者的这段过程里面，有没有比较需要你去碰撞，或是比较需要竞争？就是要抢新闻吧。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国家文艺奖是文建会办的，可是你偏偏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偷跑。对，你会想要偷跑，你就会先偷拿到资料立刻发，然后第二天就立刻见报，为了要抢独家。对，结果他们的记者会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却拿了独家，所以实在是非常的残忍。那在做媒体的时候会觉得说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想那个专业记者都还不是那么的确定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像在媒体工作就会碰到一个状况，你做了几年之后，你会要升召集人，或者是要做采访副主任或者采访主任，一路走下去，这样才看起来你像是一个有前途的人。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好像你就是一个好像不太称职的记者，或是不太有上进心。没错，然后看到整个的环境，明明一些很好的朋友可以聊天，可是当这当中有人升了哪个召集人，这时候的整个的人际关系就产生许多的变化。所以后来你对这份工作其实有一点又爱又恨。对，那还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在后来报禁开放，所以我希望能够去跑教育部的线，可是民生报，我那时候是在民生报，民生报它比较重视的是生活软性的议题。那后来就是联合报那边真的是有一个跑教育部的线的记者
他就离职了，那个联合报就找我去哈，所以我前一天我就先去看我明天要来的位置哈，什么什么跟每个主管打招呼。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的那时候的社长王少涵社长就说，哎，联合报缺人，为什么要从民生报找人，应该自己去想办法，所以我就留在民生报。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好像你的生涯的一个转换碰到一个瓶颈，所以那时候心里是非常的不舒服。那也在那个关键时刻之前，正好我高中的教官介绍了一个朋友，好，他正好在国外念书，他就鼓励我说要出去看一看。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去投去国外申请学校，可是我是一个恋家的人，所以呢我就投了一个跟我姐姐很近的地方，在德州，好，就是 UT Austin。 另外一个我就投那个男孩子的学校。你还没见过那个男孩子吗？当然见过，那男孩有回来，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要出去。是有好感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好感，就是还没展开，但是至少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环境的转换，一个方向。所以你就去申请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就是说他那个系要关闭不收。那后来很妙，那是在二三月的时候吧。那可是到五月我就接到了那个入学通知，就是德州大学入学通知。那接到德州大学入学通知，那个路就很清楚，就是觉得说，那我可能就是要准备要真的是要出国了。好，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带了三大皮箱。对，我带了三个皮箱，因为我想说，我大概从此我就会嫁在美国，不会回台湾。就是做的是结婚梦，很丢脸。对，我那时候做的就是一个生涯转换的梦，就是这样。从小到大，黄薇薇的成绩一直相当优异。甚至进入民生报工作，不但是个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因为认真专业的精神而得奖，顺利申请到美国的名校，让黄薇薇一扫工作转换上的挫败。她带着转换人生跑道，甚至就此在美国结婚定居的心情来到美国，却没想到在美国读书期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让他饱尝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你从本来没有想要出国念书，只不过想说找个人啊，是不是可以恋家嘛？要嫁了结婚啊，跑去这个很好的学校，压力很大的。你那时候有没有心理准备说你要面对那样的压力？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我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想那么严重。我就觉得说没事啊，反正到时候去了就没事，我就这样想。结果呢？结果后来我刚去半年，我的美国的姐姐她就碰到婚姻上的问题，然后我就要陪她上美国的法院打官司。那个感觉冲击非常大，因为一方面在适应那边的学习，那边的环境，一方面还要学习成为我姐姐的一个照顾者跟安慰者，因为她等于在那个当下，她其实那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很多的压力跟冲击。对，那其实我自己压力也很大，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我成长过程，我常会忘记我自己的压力，然后就去处理，那所以也搞得自己很辛苦。所以你姐姐在就是陪姐姐打官司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还碰到了不只是官司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夫家姐姐这个前夫家的一些压力，对不对？对，有一天就是我姐她第二天要出法院，然后那天我第二天其实是有课，可是我就想好吧，那我就第二天不去上课。那天当天我姐出事说她婆家已经把门钥匙全部换了，所以她下班之后她进不去，然后小孩也不见了。Wow. 所以他进不去，他必须要住到他的同事家。我那时候很着急，就开车去他的那个城市找他。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高速公路有一段是很黑的，其实是很害怕那种黑暗的那种无助，看不到前面的路。去了之后，后来因为小孩还小，才一两岁吧，那个时候那个孩子都好小，我姐姐当然会想他们，就会一直叫他们的名字。可是陪他的朋友，他们也是华人，在那边工作，也会有点怕，所以他们把车子就停在另外一个对面的巷子这边。那我姐姐就要穿过这个路跑去他们那个家，在那边喊小孩的名字。那是深夜，那我就觉得我姐好可怜，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晚上我很受不了，我就赶快冲出去陪着我姐姐一起叫。后来因为真的是太大声了，所以就叫警察，警察就来了。哦，他们就报警叫警察来。对，他们报警，
然后那我姐姐就解释说她其实是那个孩子的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正式进入到法院的程序。你在美国还发生了一个生死交关的车祸。对，那时候要开始提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可是来来回回就是一直都指导教授一直觉得我的方向不够聚焦。那指导教授就说，哎，那你如果你不适合念博士班的话哦，其实没有关系，你就转回念硕士好了。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啊，天哪，这是一个天大的打击。那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忧愁，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步是什么。那我走到东边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知道那个东边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那孩子穿的衣服都是脏脏旧旧。我一直都是在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环境，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社会底层上面的问题。那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傍晚，我后来要回来就已经是晚上了。那我就看那些孩子的笑脸是很开心，我想说我是一个来自于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社会的人，我却是这么的忧愁。他们看起来是这么的贫乏，可是他的是这么快乐。那我又看到在两边，尤其在那个所谓的贫民区那里，其实有很多的教会。那个十字架，就是你在开那个斜坡的路的时候，你就一直看到十字架在周围黑暗中。然后那时候觉得说，上帝真的是爱美。那次就觉得说，我应该调整一个角度去看很多发生在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跟困境。那个是那个周末，那我参加完教会之后，我就要去华人学校，有在那边当一些教那些小朋友一些什么华文之类的哈。那我离开教会之后，我后来正好就是要上高速公路前，就跟一个车对撞，他就从我的驾驶座这边撞过来，那个车上有一堆小孩跟大人，然后我一个人，所以都没事。我就觉得好感谢，虽然车子是毁了。那后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讲，我说我发生车祸，我说可是我没有事。那可是我姐姐没有听到这个，她只听到说哈，新车毁了，那要花多少钱？因为她那个时候等于也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所以我姐姐就有很多的责备，就是很多忧虑的那个状态，对，很多的责备。可是我是充满感恩的，因为我想说 OK 没有关系，我活着哈，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回到就是去学校回来，我就收到一封信。那封信她就说我投稿论文被一个研讨会接受。那我后来就把这封信拿去给我指导教授看，他就说 Vivian， 他说你现在要开始准备资格考，他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开始考博士班资格考，他觉得说我已经通过他所担心我的部分。你看你大难不死，然后功课也过了一个很大的关，但是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你可能最不能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的父亲突然骤逝。对对，就是那天我 present 完之后，礼拜一班完了，然后就很高兴啊，想说啊，睡一觉我爸就来了。那可是后来那天深夜，大概是我觉得应该是12点一两点的时候，突然我就听到我的答录机有人在说什么坐飞机心脏病突然复发，心脏病怎么样，然后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就睡梦中听到，那就是我妈妈的留言，这样我就觉得吓一跳，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没有当场哭出来，我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我室友他是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那时候他还醒了，还在打报告。我就跟他说，我说迪安娜，我说我的父亲过世了。就他一听他就当场掉眼泪，然后我就很惊讶的看着他，因为我整个情绪我没有办法，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就说他非常的 sorry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我说没有问题哈，然后我就继续回到我的房间，然后我就睡不着啊，因为我不想接受那个事实。其实爸爸的离开对你来讲有一些意义存在，因为你说你小时候对那个三洋教子的过程，避风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听你讲话或者是适度可以给你一些出口的人。但我就知道我爸真的是对我很好，而且后来因为去美国之后一堆的波折，那总算资格考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当然都很高兴。所以我一直想说，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接待我爸爸，就跟他分享。对，因为我觉得他太辛苦了啊，成长的过程我们这么多事情，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就说我们这个女儿这么多状况给他，
结果没想到，就是想到那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那个感觉，就很难受，就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当你没有发现来的是一个父亲，而是他的行李，对，而且行李还装了给你的礼物，行李锁还打不开，还是请人家锁匠来，因为密码都不知道。嗯嗯嗯嗯嗯。然后还有一堆他的心脏病药丸。你知道，其实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妈妈还是没有让我们回国奔丧，因为我爸等于是在汉城，好过境的时候心脏病，所以我爸爸的遗体是我的姐夫大姐夫跑去汉城当场火化完之后抱着回来的，我们只看到那个照片，很难过。那可是成长过程中，我们家其实很少那种家人很感性的分享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倾听的过程，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我的二姐和我妈妈看到那一堆行李箱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应该是都很难过，可是我们都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我就记得我妈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我妈给我的任务很好玩哈，就是说要把功课顾好，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那我真的是要好好赶快，不能够再想那三个皮箱留在美国了，要开始好好能够有效的拿到学位，然后赶快找工作。那时候就是这样想。你一直在教会过教会生活，对对。然后你天上有一个父，地上有一个父，对对。这都是你最爱的，也是最爱你的。可是你却没有办法送你地上的父最后一程。对，那时候 我想那个感觉是很遗憾的耶。是，那非常遗憾。所以我一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那时候是想到说，上帝，如果我爸真的走了的话，信耶稣得永生。嗯，我以后还可以跟他见面，所以我一直在问上帝这个问题，就是说，成长过程中信耶稣的有些是儿童主日学上下来的，可是我从来没去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家人都不会死，所以那时候开始想信耶稣的永生是不是真的。然后我就去问美国的牧师，我问他说，我不知道我父亲过世没有，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家从来很少去谈说我爸爸妈妈怎么认识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争执。所以我常听到我姐说，他们小时候我爸爸会带他们去教会，可是我没有跟我爸爸谈过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想说我爸到底得救没有，我到底可以不碰到他。那后来牧师也没给我答案，他就说你可以为他祷告。好，那我就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就是为他祷告。那当然也就开始看那个叫做什么，就看圣经嘛，找一些答案。那后来是回台湾教书，第一年是去辅大，辅大教书。后来有一次的礼拜三，那个台北灵粮堂有一个特会哈，那个特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应该是10点多，而且是这么多人，人家也不知道我这么多人，灵粮堂人很多。那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爸爸的事，因为我一直都把他藏起来，而且我不去想他，想了我就会很难过。后来牧师就突然跟我说，我走到靠近门口，他就说这个姐妹上帝有话要对你讲。我都已经走到要离开那个门口，在四楼嘛，我就再走到讲台前。那时候已经很多人都散会散走，只有一些人还留着。他就开始，他是一个外国牧师，他就开始用英文娓娓道来。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说不会放弃我父亲的灵魂。我一听我就哇，就整个大哭，因为我想说天哪，他竟然知道这件事，上帝透过他这样告诉我，给我相当大的安慰。我就觉得说哦，很感谢父亲在忙自己的工作。那他那个时候他就透过线上游戏去排遣，也无所谓，因为看起来功能都还正常，可以去上学，然后功课也写完了。那后来到了小六，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到小六到国一的时候，就发现说家人要带他去吃饭或者回到家希望他去洗澡的时候，他根本不愿意去，然后甚至整个的生活的那个次序乱掉了。我们这边就是什么研讨会的征文剧本，到时候寄都寄到这里来，主要就是数位世代研究。那这边有时候查资料啊，或是分析，全部都在这边。联合国有一个网络治理论坛，就那时候就是很妙啊，竟然
就是白丝带可以去参与。数位文化行动研究室是支援白丝带工作站的其中一个单位。黄薇薇细数着白丝带成立近十年，结合社会各种资源推动网络安全的成果。早期白丝带工作站推展网络安全工作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不但没有资金人力，当时的政府到社会大众更是看不见网络所可能导致的危机，各种因素不利于推展网络安全观念，但在黄薇薇的心中始终坚持这一份使命感，即使有困难仍旧勇往直前。后来真的是你还蛮被祝福的，一路上在学业上，后来在经济上都被供应。很特别的是，其实你被似乎是赋予了一个任务，你是怎么样开始去注意到网络安全对青少年的影响？有一些的生涯决定上，你一直经历到上帝的怜悯跟祝福，所以一直觉得说，上帝，我们需要回应你的爱。教会又在推要看人生下半场，那时候差不多是三十几岁的阶段，那人生下半场他们是说四十岁以后，所以我就想说，上帝，那我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你要我做的是哪一个路？我一直在为这件事祷告。大概隔了几个月，我正好在大安森林公园碰到一个女的，也是牧师，她就跟我说，她觉得台湾色情的问题很严重。她说你们这些学传播的应该要想想办法。最主要就是那时候军使馆命案发生，那时候那个有一个景美女中的女孩，白天她穿着制服，也没有穿着暴露，她被一个现役军人性侵害这样子。那后来就说那个现役军人其实就是看了很多有的没的的东西，的确是对她影响哈。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为这件事情，就每两周聚一次为这件事祷告，都不知道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有牧师，有律师，有医生，还有兽医系的教授，兽医系教授也很关心这个问题。结果后来祷告，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希望能够成立白丝带工作站。一开始是看网络色情的问题，那后来就发现不只是网络色情，包含线上游戏成瘾，或者是聊天室的一些色情陷阱，或者是聊天室里面碰到的网络性交易的部分，发现网络安全的范围是很大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试着在那时候是在新闻局时代，我们就一直提醒政府说，不只是管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这些部分辅导的问题，那网络谁去管？那后来新闻局就试着把网络纳入他们的业务，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促成网络分级。你看你们1999年发现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你们开始祷告成型，其实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已经过了9年了。对，这个问题越来越被凸显，越来越严重。一堆新闻其实都是跟这个网络有关的。那还有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线上游戏是啊，越来越多，越多样，越多元。那孩子们可能就锁在网络前面，但是家长对网络这个媒体是不是那么熟悉的？对啊，他以为好像像我们以前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那么单向，不是。里面有太多东西是父母亲不了解的。什么叫做网络成瘾？我们一般人就是说，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可是如果我还会回到现实生活，功能都还维持，这个部分影响就不大。那可是有一些可能在他的真实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学习上面，或者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心情上的一个瓶颈，或是人际关系有一些的冲击，他会透过网络来去排遣他的那种挫折感。刚开始还好，可是当他发现他的生活只有这一块，然后一直都挂在上面，而且觉得在上面最快乐，当他下来的时候，因为网络的那个讯息互动是非常快，可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时间去沉淀，然后表达不是那么快，他会变得非常的焦虑不安，所以他就越重新转回他的网络世界，然后又影响到他的人际沟通，因为其他所以像这样的孩子也有一些应该是成绩很优异的或是表现很好的。有，我们碰到就是说那个孩子其实是在小四升小五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同班同学，那个孩子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孩子，或是比较内向孩子，他的那一群那两个好朋友是也在同班，可是突然有误会，就这两个说好不要理他，他上课都非常的痛苦，可是父母亲很忙，父母亲在忙自己的工作。
那他那个时候他就透过线上游戏去排遣，也无所谓，因为看起来功能都还正常，可以去上学，然后功课也写完了。那后来到了小六，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到小六到国一的时候，就发现说家人要带他去吃饭或者回到家希望他去洗澡的时候，他根本不愿意去，然后甚至整个的生活的那个次序乱掉了。那一直到国中三年，那家人才发现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他的同侪关系出现了一些的冲击，所以导致他在网络上去寻求一些的安慰跟支持，那甚至就挂在上面出不来。那本来其实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孩子，那现在他已经国中毕业到高中高工哈，父母亲也还在帮助他，就父母亲后来意识到的时候就重新去恢复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推的网络安全，我们不是在批评网络，而是在提醒老师跟家长跟孩子，提醒孩子要善选内容，做好时间管理。那提醒家长就是鼓励孩子开发多元的休闲方式，而且多倾听孩子的想法。所以当他在各种生活层面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当他跟家长分享的时候，他会要很注意，而且家长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家长愿意去接纳孩子的全部。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青少儿的时候，我很怕我出事，所以我都要在我的母亲面前看起来是很乖的，可是其实变成我有很多事情是埋在心里，对，这样最后爆发也不太好。对，所以你在想到是父母亲他们其实应该要完全去注意到孩子的各个面，而且要接纳他每个面，要不然他就转向到那个网络，不会骂他嘛，不会给他压力嘛，不会排挤他嘛，不会冷眼旁观，就是那个地方。他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跟倾听。那父母亲要注意到是多少时间才有可能，比如说在网络上挂多久，他可能是个警讯。就说如果他是幼稚园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说，不要太急着这么快就要装束网。那就是他做功课的时候，也许不要超过一周间，不要超过一小时到两小时，不要超过一小时到两小时。对，然后那适当的规划他如果要玩线上游戏，也许是到周末。那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周末的时候父母亲一定要放下一些时间，跟孩子一起去有一些的亲子共同的活动。对对，除了时间在这个部分的观察之外，还有就是父母亲啊，要怎么样去了解到这个，因为他们可能不上网。对，我的孩子现在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有危机的，因为人都无法自制。 对，所以我发现说小朋友在用电脑或看电视的时候，尽量我们也在旁边可以做自己的事，也许我们要看书或是赶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陪着他，然后确定他真的要去休息的去休息。那我觉得这个陪伴过程大概到小学中高年级，那我觉得真的是到了国中之后，在之前你先把预防针跟价值观传递给他。那但是就是说他到国中他会有同学的影响，那但是他碰到一些事情他愿意来跟我们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对，其实我在这里看到你们一个个案，我非常难过。哎，就是我们曾经电视上有报道的那两个出国比赛的线上冠军的那两个孩子，原本以为说你看他们好厉害哦，你看我们大人都不会的他们都会，结果他们的线上游戏反应这么快，那也就相较好像觉得说线上游戏是一个还蛮健康的运动嘛，放孩子玩应该不会怎么样，而且还可以帮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啊。对啊，你看反应力那么好，没想到后来这两个孩子网络成瘾，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念书，那他的同学已经都升大学，他们后来就转学转了好几次。所以会不会有些家长以自己的孩子是网络通为傲，然后让你们很难去跟他们说其实这是中间有危机的？有一些是比较觉得说色情没有问题啊，他们觉得说小孩子看了没怎么样啊。那可是其实我们去做的一些个案跟一些访谈的对象，那个孩子真的是会不自觉的去看久了一些那种画面，其实会让他有一些的模仿跟示范。对啊，所以他就很希望说能够发生在他跟他异性朋友相处的过程，是会有影响。对 对，所以我们都需要去，其实真的就碰到的，他倒不担心他孩子网络通，碰到的就是担心他父母亲说色情没什么啊，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人性。哇，那我觉得看你说这个色情的东西，如果说家里是个小男生，爸爸妈妈可能就对比较就纵容一点，但如果家里是个女孩子你上网去 MSN 跟人家聊天，爸
帮了一个人才开始告诉你我是谁啊，然后把自己形容的多么的道貌岸然啊，多么的 charming 啊，对对，多么的了解你啊，然后花言巧语干嘛。现在是很多女孩子她是会要很小心，男孩子也会容易，五六年级，国小五六年级就很多就开始在网上交朋友，对，而且有些是不让父母亲知道的。然后你说国中的年级开始可能有能力翘家了，他可能就帮了一个跟网友约，就对就被管不晓得跑去哪里了。对，可能是被骗了。对，所以看不到的那一块其实更加的危险。那这个部分你们又要如何去宣导预防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感谢，是说最近这么多的案例一直不断的社会新闻出现，所以其实不敢说所有，但是比较多的社区家长跟校园的资讯科老师发现说，我不能只是教孩子上网或是个人网页或设计部落格，我还要让孩子有一些资讯安全的观念。然后那家长我们这一块其实跟他说，就是我们的资讯能力永远不可能比得上孩子，但是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去跟孩子有一个倾听跟陪伴，那个部分很重要。另外你就跟那个青辅会的那个人换一个名片，然后以后我们办青少年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联络。万一有什么要连结要干嘛的话，对对对，白丝带工作站近几年来大力推展青春纪事剧本甄选活动，并且将得奖的剧本拍成戏剧。从唐玻璃描述色情网站对青少年的影响，半夜两三点爸妈都睡了，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电脑也可以这么神奇。那一天我真正看起 A 片来了。到鞋子不见了，描述电玩对青少年引发的危机。你们一进门又在玩电脑啊，六点半来不及了啦。我不吃了，眼科等一下我自己去看。自己去看？阿光最近打电动打得太过分，他竟然可以为了打电动也不来练习羽球。你看，像他今天也没来学校，他现在一定是在打电动。以及看不见的时候，线上交友所引发的问题。我不能加呀，他今天卡了。你说，你是早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设计我？拜托，我是好心哎，你干嘛这样说啊？骗人！白丝带工作站希望透过影像来教育青少年，甚至是父母了解网络潜在的危机。近年来这个白丝带经常举行青春纪事剧本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嘛，哦，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里面包括了有糖玻璃啊，鞋子不见啦，看不见的时候，你们开始第一步是冲破迷惘， 对， 对不对？冲破迷惘这一部影片的拍摄应该是比较，那时候因为是第一个，对，三个援交少女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还只是说是去那个广慈博爱院的个案，然后经过院方和家长还有当事人同意，保护他们的方式去拍出他们的故事。那后来就有人说，你们都关心女生，那男生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剧本甄选正好就有一个唐玻璃，所以唐玻璃那时候是剧本甄选出来的，我们就拍了这个少男看 A 片的部分。那再来就是鞋子不见了，鞋子不见了也是一个剧本的投稿，也是一个学生写的。那再来就是去年看不见的时候，就是网络交友的陷阱。所以像唐玻璃就讲到了你说这个少男啊，在网络上面去看到这个 A 片，他的一些，而且是同学介绍给他的。对，可是我觉得，在我刚看到唐玻璃跟那个鞋子不见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说，哦，小孩看 A 片，年纪轻嘛，啊，难免冲动，哦，有这个需要，是，啊，或者是说，你说鞋子不见了，上网不跟同学玩，在家乖乖的也不错啊。你们怎么对很多家长是这样说的，啊，我们会跟他说在网络上可以，我们还有讲到视力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那时候跟社会局合作有一个方案，有在捷运站做车厢广告，叫做3010健康上网，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工作跟生活形态不一样，所以有些人的确是要长时间挂在网络上，
好。那我们就说，那你上网30分钟，你要休息10分钟，为了你的视力健康着想。那你不网络成瘾是为了你不要，为了不要影响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你上网能够做好时间管理，是为了让你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不同的事，然后也为了你的视力。这个看不见的时候，这个要表达的可能就是比较深刻，因为它直接牵扯到的是会是有很深刻的伤害，而且甚至是同学介绍而以为同学是可信的，同学陪同去那个网友家，结果没想到被下药。所以就是学习要分辨吧，就是这就好像我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在乎同学的看法，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说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界限在那边，就是有的时候的确我们要重视其他人的需要，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安全跟自己的需要。我觉得里面是真的很贴切在这个孩子们的身上。当你们去外面做宣导的时候或办活动的时候，我有没有碰过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孩子，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爱玩电脑，你们干嘛要说我不好为什么去呛你们的？你知道其实我们有在学校配合一些课程会播放，很多大学生他就会说研交的话，他说性自主，这是产业，性自主产业。那这个时候因为那是在一个一般的这种课程，那我们就会让每个同学来发言，因为有些是社会系背景的，现在都强调这也是性产业嘛。对。那我们就会问问其他的人，谈谈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姐姐或是自己的妹妹或自己的女朋友做这样行业的想法，或是女孩子讲说，哇，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个公关的话，你有什么想法？那些学生自己就会谈说，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哎。然后这个时候那些意见就会把原来那个似是而非的一些想法就会导正过来。你说神啊，再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很好的这个对象啊，也一路祝福你，让你真的觉得你必须要把你的所学所长用在去照顾身边的人身上。你在做白丝带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是有甘啊，也有苦，尤其立法的过程当中一定受到很多的委屈，最让你难以忘怀的那种，你觉得刻骨铭心的那种难过是在过程中的哪一个部分？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最痛苦的是发起的牧师跟我之间的误会，就是原来我在大安森林公园碰到那个女牧师，因为她那个时候可能她的意向是希望在教会内部传递，可是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上帝，我希望要影响这个社会，有这个制度，希望要有这个制度，这个法律存在，才能够影响不同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观点上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的不舒服的感觉在里面，蛮难过的。那后来就回到爱理协会的建制下，在开始推的过程中，其实没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服务，我们不可能太去常常跟人家要奉献，哈，除非对方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常常就是看说是不是社会真的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去影响那个建制，然后再回到社区，甚至回到教会，他们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可以成立事工。那在之前碰到的都是那个同工，就是他们本身的协会里面的人就是一直走，流动性很大，所以我每天都碰到新的人，都在做新生训练，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过程非常的难过，因为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那经过那个互相信赖跟的那个过程之后就很好了。那当然我也一直提醒，就是说自己提醒，就是说你要想你现在做的白丝带工作，你是在爱灵协会体制下做，并不是说你在做个人事业，所以那个部分要切割得非常清楚。因为自己不是很容易去表达，甚至是沟通上面的落差，我觉得我好像谈过很多次的恋爱轰轰烈烈，可是受伤受得很重，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我没有力气了，我想这次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不要再跟我开一个玩笑，我不喜欢再谈一场很久的恋爱然后没有结果。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展翅上腾都会空间》节目，我是黄薇薇，嘉音电台主持人。天壁各种的存安保物都搞丢的话，那那家网正大教授，然后白丝带的窗口在这边，这样子。老师是精神领袖，但是我们就是执行。白丝带工作站负责人都是黄薇薇的身份，身兼数职，甚至在推动网络安全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过程当中，先生总是默默支持他的工作。有时候还必须要附带母职照顾家中的3个宝贝，让黄薇薇没有后顾之忧，继续在推动网络安全上扮演一个最好的网络守门员。看到你的家庭，其实你跟你的先生认识的过程也非常特别啊，你怎么认识他的？婚姻上面寻求，就是那时候温哥华灵粮堂的牧师师母，那时候还在带我们的团契，他就一直跟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社青团契他就这样跟我们讲。那我们就学习这样做。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哎呀，女生不要再挑了吧，已经要30岁，也快过30岁，又拿了个博士，你还要挑什么呢？可是有的时候不是在挑，拿牧师是复数，对，你知道，对，很伤脑筋。可是你也觉得很困扰啊，因为你想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后来那个牧师师母也给我们没有给我们答案，他就是这样带我们。那后来很奇妙，就是我们开始学习说 OK， 那我们应该学习，他叫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要把焦点放到神的事情上，就是关怀周围的人。所以那时候就是学习去真的是在灵粮堂开始参与一些服事。参与服事的过程，后来我们服事的那个辅导就是现在中立灵粮堂的牧师桂华姐，她就后来她就跟我说，她觉得有一个弟兄跟我很合适，问我可不可以跟他见面。那我这当中我们中间还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就跟神说，上帝，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谈恋爱了，因为我觉得成长过程中因为自己不是很容易去表达，甚至是沟通上面的落差，我觉得我好像谈过很多次的恋爱，轰轰烈烈，可是受伤受得很重，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我没有力气了，我想这次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不要再跟我开一个玩笑，我不喜欢再谈一场很久的恋爱然后没有结果。所以我后来跟这个弟兄见面的时候，我们直接就也没有摊开来要说什么，因为都只是还互相认识。那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有什么缺点，我有什么缺点，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觉得很惊讶很劲爆，他说他从来没有跟过一个女生聊天聊的过程，这个女生一直讲她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他就有开始跟我分享，他说他有哪一些的缺点哪一些缺点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两个人蛮能够聊得来，所以晚上就一直通电话通很久。那后来很感谢，就是那后来我们就真的是认识2个多月就订婚，然后后来不到半年就结婚。上帝会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一个，这样子，为每个人预备的都是这样。薇薇姐，你这么忙，你怎么顾你的家庭生活？哦，白天啊，白天都在做这些事，那晚上尽量花时间陪小孩吧。你的亲子活动的时间你会特别挪出来？礼拜六，现在尽量礼拜六的下午跟礼拜天，会出去玩啊，或创造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把我很糗很难过的事跟我的小孩讲，因为我直接想到就是过去我的父母亲可能因为是父母，他们不想把一些事情告诉孩子，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让我的孩子感觉我跟他是一样的，可以做朋友，对，而且一样有的时候也是会犯错，也是不是那么都完美，对，那我就会把我的一些糗事告诉他，他们就会觉得妈你真驴，可是又觉得说妈妈你也蛮酷的，愿意讲出来。你这么忙，老公没有抱怨过？我们家爸爸他其实真的我觉得蛮感谢，就是说他抱怨过的大概就是接系主任的那3年。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看我每天整个神经都是绷紧的，很多事情不是很快就能够推成，然后可是那个压力会一直在。那做白丝带也常常有时候有一阵子会睡觉睡不好，因为不知道下一步的资源在哪里，所以
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开始，我在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真的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事要做啊，做人家的妻子，做人家的妈妈，嗯，可能还要做主播，对，做新闻工作，你有很多，你也希望你自己在各个角色上能够做到一个程度。对，那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做得不够完整，那我有时候晚上睡觉不是睡得这么安稳，后来我就发现说，可是如果我们凭信心愿意相信说，就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只要是合神心意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把那个不确定感跟焦虑卸给神，我觉得那个部分很重要，嗯，当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晚上就可以睡得香甜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信心操练的功课，很重要。对白丝带的期待与希望未来他能够朝什么方向走去？整个的网络业者的自律机制是需要去被建立的，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一直在去观察国外他们网络业者怎么做好自律，然后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阶段，就一方面让家长自己要知道自己怎么去关心青少儿，一方面孩子也要知道我怎么去做选择，一方面政府要知道网络安全这一块你也需要关心，那一方面我觉得业者也要愿意说，我不是只挂个灯号在那儿就好了。陈冠希的事件，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挂个灯号也不是有用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建做好那个自律的机制，而你不希望政府的用法来压你，可是那我们自己的自律在哪里，那个媒介伦理在哪里。嗯哼，我想最后请薇薇姐跟我们来分享，因为我觉得你一路走过来啊，从一个在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被忽略的孩子，到你现在这么样笃定的，不只是因为你有正大的这样的一个光环头衔，而是你真的很清楚你要做什么，你有一个理想，然后你有一个中心目标，然后你很奋力去完成它。我觉得在人是极其有限，在神无限宽广。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成长过程中，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甚至是看起来是非常的软弱的。可是真的是能够信上帝，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上帝为每个人丰富的一种预备。当我们先感受到上帝为我们的祝福之后，上帝会先让我们感受到他完全的爱，我们才会学习把这份爱传递出去。所以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网络安全本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亮眼也没有人关心的事情，但是你千万要注意哦，或许在陈冠希事件之后，就像在薇薇姐的家里就发生过，那个哥哥可能追着弟弟要拍裸照对不对？对，这是跟大家都相关的事情。但是从薇薇姐她的身上，我看到一个工作的态度，就是很多事情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反倒只要它是重要的，你就可以去奉献，你就可以去努力，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服侍上，动机要单纯，是为着众人而不是为着自己的野心。谢谢薇薇姐。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见黄薇薇教授他自己这个成长以及他后面所努力的事情，我们真的觉得他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他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时代，他尽到了他自己的一个责任。今天的网络有那么多这么多的资料，有好的有坏的，但是他如何的去帮助这些青少年，透过了他所做的这个过滤，能够让那些青少年不被污染，不被带坏，我觉得这个份努力不是白得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今天许多人做对的事情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那这些困难他们自己要面对，可是他们欣然的愿意接受这份挑战，就是在对的事情上一份坚持。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做的工作能让你心安吗？能不能让你觉得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让你无论是对自己对下一代都能尽到责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让我们借着黄薇薇反省我们自己，也借着黄薇薇让我们看见了有那么多人愿意出来帮助青少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你自己的使女，我们的黄薇薇姊妹，她自己的努力，她所看见的这些情况，要如何的去帮助青少年，
让他们不能够是不会受到了污染。主，求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在网络上，让这个白丝带的工作能够真的影响到很多很多的这些青少年，让他们能够真的知道，在透过了电脑网络，他们能够找到的是正确的一些有智慧的资料，来帮助他们有正常健康的一个成长。我们恭敬地为黄姊妹，为她的家庭，以及为他们在做这一类事情的这些工作伙伴，我们献上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他们愿意站出来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个时代，为了他们自己有对下一代的一份负担，他们希望下一代很健康的成长。但是在今天，有一些人就在黑暗里摸索，在做很多的事情，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来污染了下一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些事情能够对下一代有帮助的话，请你继续做，否则的话就请你停止。愿上帝赐福你。